我觉得是非常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对对对，那人总是有时候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感情上面的压力也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是感情或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我相信很快会归队，没问题。我赶快再叫他回来，再打一次鱼香拳，模仿成龙，太好笑了，得名得名，那个点击率超过一两百万。哎，陈怡就大家多同情他了，你们也知道很比较悲伤的一个女孩子嘛，那也她也辛苦了，对啊，然后才艺没有，外貌非常的普通，那现在连朋友都没有了，那你还有什么？是不是这样？能够跟艺能界大家就是互相一点，哪有每次出来都骂人？你是个完人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不要这样骂人嘛，这样不好，总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，而且骂的如果是对的，那就没话讲，胡说八道一大堆啊。啊，搞到现在这样，而且说是一个主持人，我还不知道他上一场在哪里主持的。对啊，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